接下来是要转劈腿，劈腿的那个 Honey Sniper， 那个甜蜜的狙击手 Honey Sniper， Michael Honey Sniper 还没中啊，让我看一下。他开出来没有一个死胖子跟你敬礼，我觉得怪怪的，烂烂的球啊，那个可以，那个是回收的、啊、真的吗？对啊，球都是回收品啊，只有那种是全新。哎，请问什么姿势？干，神准啊，就是 Honey Sniper。 哎，不是，哎、欸、是啊，你很不是，是的，哎，真的耶， Honey Sniper 耶，嘿嘿，哈哈哈哈，干 Lucky呀 ，Lucky Sniper， 哎，等下我来拆开来看他一下。真的不想看这个家伙得意量， yeah. 算了，妈的，干枪怎么歪了？你要不要掰正就好了？被我掰歪了。看胖胖巨人超可爱的啊，嘿嘿 ，Honey Sniper， 超赞的，他侧身是挂餐具，蛮符合你的。妈，只想吃东西的胖子而已嘛，没错。但是，干这个没办法选要小孩子，我觉得这不错。看啊，看我一击命中，感觉我会抽到不良少年。想都别想，一定是一定是秃头佬。哈哈哈哈哈！能不能知道什么叫做一击干啊？是个妹子，竟然自己偷看的。请问是像啊是谁送的？哦，好像不错哦，可以卖给小胖，你就当做是初音吧。两只球你要抽谁的？用你自己的抽啊！烦死了，怎么会中他？你还是把他当成港妹子好啊？自己三只眼，但我相信有很多人抽是想要送他。赶快放在这边就有人另养，搞一下。对，以前转到不要的东西都会这样。对，自从让人家认养。买内裤。这个人到底可以有多猥亵啊？干，怎么会这样、啊？敢不穿内裤才猥亵吧？这个我不敢用啊！那个真是最猥亵，看你们在哪里脑脑袋哪里有毛病？干超赞的、啊，感觉是枪超烂的，好像很快就会断掉了。对，我就回去会断。我刚刚是被毒王一坑进来，真正是王变态啦！超赞的、啊。